I've got an Evo shield here. It's cool. Level 2. Phoenix 大胆的马桶吸和皮炎贴图是不是也被某个甲子园最大内鬼检举掉的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 寇伊特派间谍。卢哥被检举不开心哦。 最近不是抓人哦，我昨天关台的时候去八猫那边讲话，然后八猫就跟我讲说，他我每次在开喷 VT 仔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该不该讲话，看来我们是深深伤了八猫的心。 真爽。